你好，我是苗小千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RB 90分钟耐久赛的第20站 GTS GR4 在牛堡林，又是他牛堡林举行的上一场是同场地，但这一次直跑南环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下面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这场有点可惜啊，参赛者才5个人而已，岗位是 India， 不常来跑的 India， 一起跑前一就抢到了第三名的位置，超过了 Alex。团员掉到最后，前还没能完全超过 Alex， 两台车争第三。前接近内线，就没想 Alex 还在那里，碰了一下，位置被 Alex 拿回，躲到第四。开始攻击呢，我们不断的闪灯，似乎瞄准了下一个弯的外侧，这里有外侧超得过吗？还是打算，或许是打算要内外交换，从下一个弯超，但是没能得手。再一次从外侧进攻，还是没有能得手。下一个弯，牵引守着内线，藤原从外线。外线真的是非常的困难，藤原企图洗澡外撩前进，前一选定了一个中间偏外的路线，把内线完整的送给了藤原，就这样被超车。进攻阴点，Alex 也开始加入战斗了。是我最喜欢的速八路 WRX STI。 那为什么我最喜欢却没有开它呢？因为其实上一季我开过 GR3 了，所以这一季想说换一个口味。帅耶，太帅了。好，我在这里，这个长弯占了内线，超车成功，但是距离太近了，所以我似乎不太敢守，直到确认他离开我的范围才切进去，暂时爬升到第一名。
海开在一起 ，Alex 瞄准了 India。千亿好像落了比较远一点。在有希望的范围内，现在 Alex 必须要同时面对 India， 超过 India 的压力跟被藤原攻击的压力。藤原开始闪灯了。来到折返的这个法家湾，藤原跟得非常的紧。Alex 的路线跑掉，这样好吗？极度不利，在这里出弯可以差到非常多时间的。藤原成功的往前进到内线，在这个弯超过了 Alex。上升到第三名啦，前面瞄准着 India。很明显的，单论圈数来说的话，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。虽然我就一直很希望后面的人可以帮我挡久一点。India 也被粘得紧紧的，靠着尾流。进了 India 的内线，顺利超车。剩下的阻止藤原再次获得冠军的只剩我了，希望渺茫。差不多来到我跟 India 的正中间，砰砰砰，发出蓝色的火焰。范围内，还没有开始防守内线。哇，他们在这里自己失控，可能是太急了，滑了出去，掉回了车站的最后一台。这个损失还蛮大的哦。我吃路也吃到了快出火花。
的已经返回刚刚的失误，开始接近 Alex。内还是外呢？心向外流，想要最后一刻还是没有机会。最后一个弯，特别的路线比较偏向正式起步，顺利在出口的时候跟 Alex 达到并行，可是自己滑了几下又缩回去了，可惜啊。没想到的，突然从内线进攻，一个刹车刹进去，抢下了前面的位置，这个好猛啊！距离迟迟没有被拉开，大家实力相近，已经第六圈了，十分钟过去了，他们刷出了区段最佳。经过一圈，已经重新追上了第二名的伊利亚。一弯，原来车一样的路线，是 India 跑得比较开，在出弯处被藤原这样超过去，藤原刷出了最佳的安全，这个超的也是蛮突然的，一瞬间就过去了，剩下我一个人。跑出去赛道，绕了一个大弧形回来，就被藤原跟上。藤原企图闪灯一下，这边不能防，如果觉得没有机会超车就不放手，接下来这个是要挡的，藤原已经并行了，靠着内线的优势勉强守了下来，藤原系的尾流前进，
敌的地方。赶上超车，我守着那一线。但这接下来的直线似乎不太妙，被信号尾流的我居然没有防守，因为我们两车缠到的关系，印第亚抓到了机会，跟桃园并行，重返第二，成功。我已经变成超级路队长，人家企图超车，没能让他逮到这个机会。整台连的非常的近，连刚刚稍微被甩开的 Alex 也跟上来了。好不容易拿下来的位置，再次还给藤原。给超车的机会，在这里藤原走了，再次走了一个壮士出弯的路线。其实照说，是不是应该都要走那个路线才是比较正确？因为接下来都是大直线路线，选择上还是有差，十里有差。没有掉多少速度，有点不可思议啊。没事，两台都没事。缠斗仍然继续。1000万的车对100多万的车，虽然赛车好像不能这样看。还是很贵，我不知道在贵啥，所以我收了一个内线。特别想要从外侧超过去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那吃了尾流，我开在路中间，逐渐往内去，防守。居然从外侧超，
意外的一个外侧超车。到第十圈，藤原重新爬回第一，不对，又有变数，藤原在这边跑开了。我重新回到第一，挡住藤原的去路。重新努力了，我觉得这个战斗已经非常的长了，20分钟了，精神消耗绝对是非常可观的。希望不要是撞车收场。在这个左右弯一方从外侧想要进攻，我觉得在那边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可以成功的了。减速完我已经不打算防守了，当下是判断减速弯是没有办法过的吧。这次距离有点开，我直接走了外线。被进攻的时候尽可能维持圈速，等于在这时候进到了我下一个弯的内侧，要比较早下车，没能成功。维持这么久了，没有大碰撞的缠斗，太刺激了！发现哇，我差一点就不小心开到内线给腾云过，还好有守下来。这个减速弯，藤原跑得非常漂亮，进到了我的内侧，我无力还手了，这下要被超过了。出弯之后，我的速度比较快，居然这样子没有被超，拿回第一名。藤原来个内线的击杀。难得看到藤原的刹车碟变红，超过去拿到第一名。这次没有再发生小失误了。那我们第20站的精彩片段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